我是你的主持人燕莹，我是博超。这一集的足迹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探索一个非常具有独特性的地方。我们要去的是在柔佛州北部的一个地方。Boon，你要不要猜一下我们在哪里呢？哎，柔佛州北部，难道是舍甘曼吗？啊，这样都给你猜对了啊！那么舍甘曼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其实我对舍甘曼不是很了解啦，但是我听说这里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尤其是有榴莲哦。哎，说到榴莲，它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而已哦。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去舍甘曼可以去探索的，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出发吧。出发！哇，不，这里就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了，这里就是当然舍甘曼。哎，是哎，看我们身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榴莲。听说舍甘曼一个名称叫做榴莲之乡啊。没有错，而且我也找了一些关于舍甘曼的资料哦。这里是柔佛的第五大城镇。而且这个Dataran Segamat已经拥有了2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的人民呢也把这里当成是他们国庆日的 gathering 的地方哦。那我们来到这么得意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补充一点体力，然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呢？你提醒了我了，我其实昨晚有找了一些资料哦，我带你去吃一个很好很好吃的早餐，走走走。这间店呢就叫做 Chinese Uncle Rotichanai， 它比外面的 Rotichanai 来得更酥脆哦。哎，那我们就应该快点去试一试哦。哎，现在我们看到呢，桌子上面就是有我们的 Roti Canai 啦。像这间店除了 Roti Canai 之外，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所以呢，它除了 Roti Canai 以外呢，它还有它的经济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哦，配上它的三包，简直就像天堂一样哦。阿英，你就带我去两个地方嘛，对不对？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很喜欢的。哇，什么地方哦？哎，这是一个惊喜，等下你就知道。哒啦，这里就是我带你来的Sungai Bandang Bangkok瀑布啦。哇，很美嘞。这里呢，平时呢有一家大小呢来这边 picnic 啊、camping 啊这样子的。哎，你讲到 picnic 哦，看我带了什么面包，我们大家可以去 picnic 哦。哇，这里我真的是太小看你了。真的是太美太美了，空气又爽又凉，哇，我喜欢，真的。爽哎，是不是很 surprise？ 走走走，要玩两玩两。停下你们的脚步，现在即将给你们第一个任务。OK， 我去。哎呦，不要这样，等一下哦，我们就玩玩这个哦，就可以去玩两了。OK， 来，我们一起来，一二三，挑战北高，天然水上滑梯，同时大喊本节目口号。可以，简单。OK， 走。这里呢，就是距离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的朴素小镇 Begoli 最具象征性的景点啦。隐藏在森林保护区里的 Waterfall Sungai Bandang， 究竟这里的任务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呢？我们一起往下看吧。耶，我们成功了！累死啊！哎呦，没有啦，很刺激，很好玩吗？哎，讲到哦，这个我就很开心，因为我们赚到下一笔的钱了。哇，想要下一餐，想要吃鱼嘞。鱼？阿英啊，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阿三鱼头嘛，这个黑发阿三鱼头。这样，你怎样找到这一间店的呢？其实呢，在我们来舍甘曼之前，我去上网查了一下，这舍甘曼的人都建议说，这间店的鱼头是非常独特的哦。哎，有什么那么独特，这样多人去 recommend 它，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哇，这么丰富，看到你们这么吃，我都快流口水咯。我们吃了这么美味的食物嘛，你有什么看法对这些食物？我跟你讲，这一次的食物真是一级棒啊！那个鱼又好吃又嫩，哇，它的酱料哦更不用说，又不会太酸，又不会太辣，这真的是很合胃口哎。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哦，这个味道别的地方是找不到了。真的，我现在吃到很饱，可以一觉到天亮哦。好了，这样我们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吧，我们明天见。Hello? Don't tell your wife about the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Shopee! It's free shipping for every purchase. Shopee! Shopee!
Shopee. Shopee? That's right, it's free shipping. Shopee, free shipping across Malaysia. Download Shopee today.好啊！哇，哎，我也是很好嘞。今天呢，睡了一个晚上吧，我就觉得神干妈就有一个家的感觉啊。家的感觉。OK， 不用紧，不用紧。今天呢，我们是神干妈的一整天的之旅哦，就要把它填满，有什么食物啊、活动，什么都要去。然后昨天我已经介绍了你很好吃的早餐，那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呢？今天给我找一下。OK， 快点快点，我等你，我等你。OK， 找到了。我们去吃鬼吊架。来到了西加末，怎么能够错过拉美式的阿弟鬼吊架呢？答应这个就是阿弟鬼吊架啦。它的汤呢是非常的特别 的，所以这里才叫著名。真的，我闻过它的汤底哦，哇，很香啊！这些小菜都不用了啊，直接吃鬼吊架就可以了嘞。如果只吃鬼吊架就是不特别了，所以它才有这样多的小菜。你看，又有卤鸡蛋，又有卤豆腐，还有等等等等，你看很多。哇，真的嘞，有这样多的小菜，哇，我真的饿了，太多了，太多了。我真的吃很饱了嘞！你介绍这鬼脚架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吃哦！我一定回去给我介绍给我全部朋友，是不是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哇，讲到很好吃哦！哎，我跟你讲，我们来旅行这么久啊，还没有拍到什么照片呢，我要 post 我的 Instagram 的嘞！哎呦，旅行那也可以缺少拍照的。哎，是哎，我平时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去拍照哦。是，既然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哦，这样等一下我就要介绍你一个很有趣，然后可以拍到很美很美的地方。对。喂，你怎么带我来这边？这里是火车站呢。这里呢，就是我们最出名的 Bangkok 火车站了。而且听说这里有很多很多隐藏的壁画。然后在我身后呢，就是他们最出名的 Bangkok 的 Railway。在这边呢，可以拍出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照片哦。来，哎，壁画站，壁画站，我们去看壁画。Okay.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哇、wow. 哎！壁画只有刚碰到，赶紧拍照来。很美，很美。OK， 看，看，看。哈哈，又是我。这是你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拿去吧。就知道这里一定有任务的了啦。来 ，OK。寻找提示中的指定景点，根据特定知识留下纪念照。OK， 来，我们去做任务了。OK。来来来，哦，这个，我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嗯 ，OK。什么地方哦？这个这样多香蕉树的，很明显的香蕉园啊！哦，对哦，哦，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就去看一看怎样割蕉，好不好 ？Let's go， 来走，快点，快点。稍等一下，我们割的花啦，我们是割它的。没错，当地导游 Dino 告诉我们，割蕉活动能让来到西加末的游客体会上一代是怎样靠割蕉来赚取生活费的。现在几乎很少年轻人知道早起割蕉是个什么样的体验。甚至连橡胶树都没有看过，所以这一次 Dino 就教了我们割胶的秘诀。看到这些胶汁流出来，想不到你们两个还可以嘛？哎，不是，
我们成功了嘞！我们各完全部讲的是，我把全部 energy 用完了，我饿了，怎么办？我们就去吃东西哦。哎，我念念不忘今天早上我们吃那个龟表羹，还有想要吃一些有关于果条的午餐，可以吗？可以，这样我们就吃果条。耶！现在呢，我们就在中心茶室，然后我听这里的人说，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炸果条。他把果条呢炸成金黄色，然后呢，他再加上一些猪肉片啊、鱼饼啊，还有蔬菜，最后，他再淋上那个字，哇，想到都要流口水了。OK， 不要再讲，我们先去吃。OK， 走走走。中心茶餐室是一家坐落在 Beko 火车站对面的百年老店，许多报馆也曾经来报道过这里的炸果条哦。很饱哎，很好吃。可是现在我想要去走消化，那里还有走完。哎，我知道这里附近呢有一个 Happy Bar， 我们去那边哦。OK， 来。哇，这里是哪里哦？这边？这里就是 Happy Bar。Happy Farm 呢，它是 Segama 最多人想要来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其中之一的旅游景点。这里呢，除了有羊、有蜜蜂，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蛙。跟着 Dino， 我们来到了这个由当地居民免费开放给大众参观的 Happy Farm 农家乐。在这里，这家农场的主人还养了特别多的家禽，有鸡、有鸭，还有火鸡嘞。哎，你看他们两个是挤悠闲一下的咯，知不知道后面还有任务啊？这边你们看到一下这个我们一个梳头像的东西，对吗？是。所以你们知道里面它装着什么吗？是蜜蜂啊，是看到有一只飞来飞去哦，但是蜜蜂如果就跑了，所以其实这个里面住着的啦，我们叫它就称作为银蜂，所以我们也叫它无翅蜂，它是没有真翅的。所以其实有些银蜂啊还会咬人，因为银蜂啊其实它有四十种品种左右多，然后只有其中四种是不会叮人、不会咬人、也不会缠人的，所以这是其中一种啦。哇，没有翅的蜜蜂有没有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嘞。这些黑黑黏黏经过提炼后就是市面上昂贵的蜂胶啦，它还是天然的抗生素，在先进的国家都是用它来治疗发烧感冒的。银蜂的蜂蜜吃起来并不像一般的蜂蜜那么甜，还带了一点点的酸味，但是其实一点都不腻。可爱的人们，你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呢。你听到没有？到你了，请拿。哎呦，这是什么？哎，快来看看，来看什么？来 ，OK， 牛蛙挑战，抓起牛蛙的时间越长，可获奖励越多。No， 我就知道一定有的。哈哈，就是牛蛙。所以如果你们注意到的话啦，如果是公蛙的话，它的身体下巴会比较黄。母蛙的话，它身体是没有那么黄的，所以这次都是母的，所以那一次是公的。所以如果你看到公蛙，还有一个特征，你注意看这些蛙的眼睛后面有一个耳朵，圆圆的耳膜这样子的，所以那个它耳朵比较大的是公的。所以母的话啦，它是耳朵比较小的啊。所以等等，你们可以慢慢去研究。所以还有最后一个特征的话啦，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公蛙的那前面手的胡子会比较粗。然后那个母的胡子没有那么粗，所以其实还是有作用的，都是因为哦，公蛙在跟母蛙交配的时候，公蛙是抱着母蛙，把母蛙肚子里面的蛋和卵取出来，才把精子放进去的，所以蛙类是体外受精的动物。哎呀呀呀，说了那么多，都还没开始做任务呢。来来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怎么抓牛蛙吧。你慢一点吧。OK 啊。吹到冷冷的，然后现在就算时间啊。啊！挖洞！我要死掉呀！我不可以了。没有
啦，你硬了，你硬了。它不动其实是 OK 的。是，它其实是软软这样，很像 jelly 这样。它动的时候就，它动的时候就有点恐怖啊。嗯，精神未定现在。嗯，好，谢谢。Hotel Sri Malaysia, mudah, murah, lebih nilai. Kunjungi 21 lokasi kami di seluruh negara. Layari www.srimalaysia.com.my. Selesalah bersama kami. OK， 我带你去吃一个关于动物的食物。那我们跟这样的动物有互动了，我带你去吃又是一个动物的食物。又来跟动物有关系？喂，你刚才帮我了嘞，你不要拿我最喜欢的食物来吓我嘞，你吓。不会，这个很好吃，一定很好吃。你讲啦，我相信你了啦。OK，Let's go。OK。啊，阿英，这样我们就来到这间阿奇餐厅啦。刚刚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们要去吃一个跟动物有关的食物吗？对。那我们现在就要吃猴子面啦。哇，你真的吗？猴子面是不是要吃猴子脑哦？快跟我讲一下，这个猴子面跟其他的面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咧，我是看报道讲的啦。这个猴子面呢，它看起来很像福建面，但是那个味道呢，就算我们自己试了才知道啦。哇，这样子的话哦。它这个历史来源又是什么呢？它的历史啊，就要从很久以前讲起。以前呢，有一个人很喜欢来这边吃面，然后他就每次叫这个面的时候，他又不要菜哦，然后他的花名又叫做猴子，所以这边的人呢，就把他的名字跟这个面摊在一起，就变成猴子面啦。哇，这个呢就是猴子面啦，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呢？真的不一样嘞。那有时候看的跟听的是不一样的，这肯定是对的，因为现在我看到那个 caramel 色的酱淋到那个面上面，哇，闻起来都非常香，哇，我迫不及待要吃哦，来。很好吃，那个面有点甜甜的，是不是？哎，对，是真的很好吃哎。像我知道为什么哦，这里来的几堂客都会一定要来这里点这一道猴子面，而且特别的是哦，只有这里才有猴子面哦。所以来石嘎妈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这个阿七的猴子面。Yes。哎，是哦，时候也是不早了哦，而且我们一整天了，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餐了，然后我们明天早上要再去买手信。手信，要买给亲戚啦，朋友啦，家人啦。好了，我们回去休息了哈，吃了。No， 不，这个就是我昨晚跟你讲可以买手信的地方，这里就叫做福美饼家。这样我就可以在这边买很多手信给我的亲朋戚友喽。对呀、啊，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辣饼、辣饼，除了那个呢，还有豆沙饼啊，还有香饼等等的，你都可以买这些回去送给他们哦。这样我们可以把我们这几天所有得到的那一个 reward from 那个 mission 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买很多给我们的亲朋戚友啦。对呀、啊，快快去选哦，走。拉饼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太阳饼，这里的拉饼有原味、斑斓还有咸豆沙三种口味，吃起来松松脆脆。来到吉加末就必须带点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啦，你看他们买了那么多就知道啦。两天了，有什么感想哎？我就要感同身受啦，因为我没有想到原来石嘎妈是有这样多的美食，也这样多的活动了，所以我回去一定要把石嘎妈的所有东西介绍给我的朋友，然后我下一次一定会再来。真的，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因为来之前我对石嘎妈真的是零哎，没有一点的知识，但是来了这个旅行过后呢，哇，对石嘎妈更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因为哦，石嘎妈有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美食啊、景点还有活动嘞。对，没有错。所以呢，我觉得我来这边还有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参加所有这些活动呢，我都给五颗星。哇，真的！这样啊，我在跟这里呢，就跟文宣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也就代表说呢，这期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我们非常享受在这两天的这个一切的旅游、一切的活动，因为我们现在非常的兴奋，但是也非常的伤心。我们希望你们呢，能够也来到石嘎妈一
起来了解这片土地，然后我也会深深爱上他们的。那么我们要在这里向你们说再见喽，我们下一期见。拜拜。